你亲娘的，你把山杏娶过来，老关家就这么一个闺女，娇惯的不得了。今后老关家的财产，不都是你的了吗？娘，哎呀，你好好想想啊！来，说句痛快话，娶不娶山杏啊？ 你要是不娶，咱得给老关这个回话啊！出个动静！你能不能出个动静？孩子，这不是在想呢吗？我哪辈子做了念养了你这么个不懂事的畜生？我活着有啥劲？我他妈干！他爹，他爹，你真是干啥呀？我活着有啥劲？哎呀！ 佳音哎，你爹都这样了，你倒是吱个声儿啊！定吧，你说啥？我说定吧，定吧，你说了算。你个丧良心的！行了，孩子不是已经答应了吗？答应了就好，答应了就好啊！哎呀，你也是的，你干嘛扇自己嘴巴子呢？ 好了吧，画啥玩呢？他根本就不让画，嫁妆也不让穿，都发火了呢。这丫头，接亲的马上就要到了，她怎么又整这出了？咋整？你站着干啥呀？还不快劝她去！我是没辙了，太太，你自己去劝去吧。哎呀，你说这丫头，上来那个倔劲儿，谁拿她都没招，这可咋整啊？ 行了，你走吧。来，今儿个大小姐成亲，给你们也吃点好的啊。韩命啊！哟，夫人，恭喜夫人啊！恭喜啥呀？恭喜不了了。咋恭喜不了了？那个山杏今天不要过门吗？来倔脾气了，不肯出嫁。她平常日子就跟你说得来，你呀，快去。 快去劝劝他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劝不了。你行，你肯定行。我行吗？你平时说话他都能听进去。你呀，去劝劝他，让他赶紧把嫁妆穿上，画的俊一点啊！一会儿就要上轿了，快去！我这为嘛呢？哎呀，你去，我背。啊！哎，去去去去去，来，我背。去去去去去，来来这。行了行了。 大小姐，在这儿呢。大小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化妆啊？一会儿花轿就进院了。哎，我化不化妆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是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我也是受人之托呀。受谁之托呀？你娘啊，你娘啊，觉得你最听我的话了啊，让我过来劝劝你。
癞蛤蟆跳秤盘上了，觉得自己有分量了，是不是？小柯，哎呀，不是我觉得我有分量，是你娘觉得我有分量。行了，少臭美了，该干啥干啥去。那不行啊！你说你娘好不容易信任我一回啊，让我当这个说客，起码我也得有个交代啊。啊，山杏，我就想问问你啊，你为啥变卦了？我啥时候变卦了？压根儿我就不同意嫁。 那你为啥不同意嫁呢？你见过魏佳音没有？见过。你觉得咋样啊？挺好啊，小伙穿上西服啊，一站倍儿直，头发梳的，流光水滑的，那苍蝇落上都崴脚脖子。哎你，咱好好说行不行？你看你，我就配你和像不像个女的啊？那你俩正般配，谁呀？那般配啊？你看你，一说话就大嗓门，办事儿嘎不溜脆的，纯爷们。 一爷们儿一娘们儿，正好贴身一对儿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像个爷们儿了啊？我一个女人，我再找一个女人，那成啥了？是你肯定是个女的，不是个爷们儿。但我想说，娶你的男人真的有点难。咋的？我吃人呢？咱别急眼，听我慢慢说，好不好？山杏，你啊，各方面都不错，那家里这么有钱，人长得又漂亮，你跟他话里走。 就这脾气，我脾气咋了？你一说话就瞪眼睛，嗷一声就火。能受得了你的男人真不多，那要受得了你的男人，一般都没有男人气儿。你正好嫁给魏佳音的娘们儿，少在那放屁！我根本不可能嫁给他。不嫁真不行，不是你爹你娘急不急了？那就那街坊邻居你就受不了。真的，你走大街上，人过去了，闲话也跟过来了啊。 瞅见那姑娘没？那么大岁数了，嫁不出去，为啥呀？哎呀，那兴许是名声不好，是不是有啥毛病啊？要说不准呢啊，他嫁个男的，他是个男的，他娶个女的，他又是个女的，那烂套了。啊！你真逗！你说谁乱套的你啊？还不如不生气吧，你咋又生气了？我可不气我那宝贝儿。哎呀，山杏啊！ 哥跟你说，你现在啊，那就是一个嫩黄瓜、顶花带刺儿的啊！你现在谁见都想摇两口，等你老了以后，你肚子全是人，阳了，人家想拿你做汤，你都下不去锅。你这不是？你说你啊，你咋劝的？你还不如不劝呢，我白帮你喂马了。太太，我觉得我劝的挺好，可他就不听啊！滚！你会劝啥？你劝，赶紧出去。 看样这山杏啊，真是不愿意嫁给魏佳音啊。不嫁就不嫁吧，反正老魏现在都这样了。不嫁行吗？接亲的马上到门口了，现在还说这话。大门口能咋的？我把他打出去，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跟着掺和啥？这家里是娘和大哥说了算。我在你眼里连个下人都不如，放个屁都没味儿，是不是？那是你自己说的。你倒想说，你敢？行了行了，啥节骨眼儿啊？ 真是添乱！老爷，奶奶，待会儿就说了，他坚决不嫁给魏佳瑶，一会儿花轿来了，他也不上轿。他敢！我出去看看。山杏，杏啊，杏啊，山杏，杏，你哪去了？啊，咋的？山杏，山杏，哎呦，山杏，时候了，别藏猫了，快出来呀！山杏，娘，娘。 山杏没在屋里啊！他逃跑了！太太，我刚才来这屋的时候，他还在呢。哎呀，接亲马上要到了，这不作妖吗？坏了坏了，快快翻头找，快翻头找吧！找着找！啊，真是跑了！哎呀，杏儿，山杏，杏儿，大小姐啊，大小姐，我们几个那边找去，找不着别回来啊！ 有吗？没有啊！大小姐啊！大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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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找到没有啊？没有啊！奶奶。
大明啊，找没找着啊？没有啊，上面没有。哎呀，这孩子跑哪儿去了？快去，全在后院，柴火掉后面再找找。好，快去，全院后院，山杏，我看看，嫂子，嫂子，干嘛在这儿？哎，嫂子，你看山杏没？ 山杏其实不是当新娘吗？我准备做喜面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别做了，山杏人都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这样出去帮忙一块找找吧。山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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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着没有？没有，哪都没有啊。奶奶。 前院也没有啊！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老魏这街亲的马上要到了，人不见了，哎呦，都急死个人了！你说这死家崽子能跑哪儿去呢？你是啊！哎哎哎哎，你听，迎亲的来了。 老丈人，老丈母娘，老老丈母娘，你们好。啊哈哈，这咋不对味儿啊？啊，说话咋这动静？白梨花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现在你该管我叫二婶了。小子，我现在是你二叔了。哇。 原来你们俩现在是一对儿了，啊！二叔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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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婶好。哎呀，好小子，真有礼貌。小子嘴巴巴的，还挺甜。行了吧，拜也拜了，见也见了，新娘呢？是啊，新娘呢？哎呀，没人听着呢。 人家魏家说吧，停！啊，山杏跑了，太好了，这回可不是我不娶她，是她不嫁我。咱们走吧。哎，那个，亲家。 山杏他跑哪儿去？难道他还能上天入地不成啊？哎哎，你们看，他在那儿啊！哪儿？哟！啊！山杏，啊！山杏，你怎么跑那上面去了？山杏，你下来，你身那么高，多悬呐！哎呀，接亲了，接亲了。 接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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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
干啥呢？啊，不动了，不动了啊，山杏！啊，别动啊！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这这这起来了！穿的跟粪一样吧？你快点吧，冬天在外边多急眼了。这不冷，愣着干啥呀？出去整点苞米干啊！ 谁能想到他能弹起来？山杏，我好歹我是打你十分。行了，别，别，别，这是用不着的了，赶紧找医生去，快！完了，摔废了。瞎说什么？
我看他就是熏迷糊了，赶紧拿点水来喷喷试试。闪开！都给我闪开！让你喷点水，你泼一盆，你救火呢？你看，太太，他就是太实惠了。哎呀，我就醒了。这咋斗鸡眼了？还？怎么成斗鸡眼了？ 我斗鸡眼了吗？爹，这回还有啥说的？你走吧。娘，好好的姑娘咋成斗鸡眼了？哎呀，太气儿了！好好看看娘。亲家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好好看看娘。亲家，哎呀，这咋成斗鸡眼了？娘。 人家老魏家都走了。哎呀，都走吧，山杏都这样了，还结啥亲呢？快点，赶紧背布去。哎哎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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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慢点。哎，慢点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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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娘，啊，你说这山杏是不是装的呀？ 哎呀，抽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别吹了！好了好了，别吹了，别吹，别吹了。 干嘛？别吹了呀！这不要拜堂成亲吗？接着吹，接着吹！拜什么堂？成什么亲呀？啊，拜秋梨干吧都。新娘，没进来呀？娘，三个字儿，太好了。太好，太好什么什么太好了呀？不是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山杏不干，上房了，又从房上掉下来了，摔伤了。 山杏不干，上房了，从房上掉下来了，摔伤了。为什么呀？不是怎么回事啊？以后我再跟你说，赶紧张罗张罗，让亲友们开席吧。哎呀，新娘子没来，开什么席？开席呀？新娘子没接来，也得让大家吃饭呢。哎，大家咱进去吃饭吧，来吧，开席了，开席了，开席，开席，来来来。 往右边看。这，哎，杏儿，你先躺着歇着吧啊。嗯。哎，娘，总觉得山杏像是装的。看不像，恐怕是眼睛摔坏了。啊，眼睛摔坏了，妈呀，这可咋整啊？ 我怎么好的闺女，怎么能把眼睛摔坏呢？你哭什么呀你？赶快去找个大夫来吧。娘，您不是会看病吗？哎呀，我那点中医不行，得找个西医呀。哎呀，那咱这镇上哪有西医呀？得去县城找。大命，大命，来喽。东家，啥事儿啊？赶紧套车，上县城请个医生来。
我们这回不见了，政委不见了。对，你们先撤，我去看看。队长，快撤！快撤！哎，王先生，没事。哎呦！啊！不动不动，但你得让我把人放下。啊！哎！我去你的！ 三叔，你咋穿着这套呢？啊！大明，啊，赶紧背上他走，我把他们引开。哎哎哎！王先生。 坚持住啊，王先生！不许动！再敢跑，老子打死你！别！别开枪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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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废物，连个桥都守不住。别这该死，别这无能，我该枪毙了你。团座息怒，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，咱们还是赶紧想办法修补铁路桥吧。游击队呀，我早点把你端了。我有重要情况报告。什么情况？啊，我刚才看见一个人背着另外一个人往那边跑了。啊，我在他们路过的地方发现了一滴血。血？啊，对，一滴血。你认识那个人吗？啊，没看清楚。他们去了哪个方向？往那边。那个方向是哪里？啊，泰丰粮行。我看着他们进去的。集合队伍，去泰丰粮行。是。丁大命去了半天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就是啊，咋连个人影都不见呢？来回30多里地呢，哪那么快？别动，守备团搜查。哎，我听见院子里有动静，是不是他们回来了？看看，娘，咋了？守备团的人啊？守备团，守备团。快快快！他们怎么来了？我去看看。老大，说话客气点，千万别跟他们顶撞。知道了。给我搜！你那边去。长官，有事吗？我们院里可都是好人呐。把伤员交出来。伤员？没有伤员呢。那个佘团长，你这是我家，你一定是误会了。哎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咋见面就打呀？搜，给我挨个屋搜。佘团长，让他搜去吧，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。背的啥呀？
王先生，王先生，那不是我老师吗？你快去把门关上，快点！啊，奶奶，啊，你先让我把王先生放下来。哎呀，王先生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王掌门，我三叔还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哎，哎，这这这，我老师伤在哪儿了？伤到腿了。哎，奶奶，啊，你快找点布给王先生包扎一下。啊，他咋受伤的？跟守备团。你眼睛好了？没好呀，哪儿那么快好呀？啊，是吧，奶奶？哎呀，不是叫你请大夫去了吗？奶奶，我骑车到邓园岭啊，又遇上守备团跟游击队打起来了。 王先生这受伤了，三叔就让我背回来了。啊，三叔，伤的不轻啊，这都打透了，多少血呀！啊！妈的，上当的，给我走！快快快，回前院继续搜查，我搜附近点儿。 坏了，他们没上当，又回来了。那咋办啊？啊，杏儿，你不是会调三万五吗？你出去先把他们拦住，延长一点时间。啊，嗯，好。报告团长，没有搜到。报告团长，没有搜到。 上锁！长官，长官，小女刚从房上摔下来受伤了，现在不能再受惊吓了。我管你什么惊吓不惊吓的，谁敢挡我们，我就崩了他。让开！这不是，大哥，那个，就让他们搜吧。你刚才不说了吗？没做亏心事，咱不怕鬼叫门。你说谁是鬼呢？不是，长官，不是，我没说你，我的意思是，请你搜，请你搜，请请搜。 我倒要看看，你是哪路神仙？杏儿，嗯，咋还是个斜眼炮呢？孩子，怎么了？杏儿，杏儿，杏儿，杏姐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了呀？这孩子吓傻了，这是。佘团长，这孩子小时候吓着了。跟我装神弄鬼。醒醒醒醒，走。 干啥？土匪呀！进屋搜。你看我干啥？认识我呀？大婶儿，我看你真挺面熟的。你看我面熟，我跟你不熟。大婶儿。 您年轻的时候在没在哈尔滨待过？待过啊，我丈夫修铁路，我跟他一块儿去的。您在没在一个工程师家做过保姆？做过呀，咋的了？你家呀？那家人姓啥？姓佘。大婶啊，你仔细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你还认识我不？ 不认识你，我可认识您呀、啊，您就是在我们家做过保姆的关婶儿。你是？我是奎元儿，奎元儿啊。
你是奎元，佘公正是儿子，佘奎元。对呀，是我呀。说那石头硬，又说那个钢铁硬，再硬也硬不过好人的命。好人良心正，心正有好命，好命为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